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5月31号，妖精设计之星大改版来啦。我这个影片短短的几分钟，跟大家说一件神奇的事情。直接开启道具栏，有一个紫金之前的传说技能书将制作。打开之后，里面有15种中的黄旗、龙黑、黄法黑、枪雷吧，但是呢，你点开之后，居然纳尼？那我还不白嫖一颗技能吗？直接白嫖起来！获得精灵医学 ，OK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